我们今天来到了位于美国佛罗里达迪士尼的一个购物中心，叫做迪士尼泉，一起来看看这人流吧。在佛罗里达迪士尼，现在称作迪士尼世界，它已经不是迪士尼乐园了。这里的迪士尼有四个园区，还有两个水上乐园，还有一个这个购物中心。我们现在随便来了一家迪士尼的买周边的一家商店，好大这家商店，但人也超级多，感觉这应该是世界最大且最繁忙的迪士尼周边商店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人！随便看这个衣服吧，迪士尼的是$100一件卫衣，迪士尼和星巴克联名的杯子$20一个。看一下弹簧狗玩具$30一个，小李的御板门，这个柜的全是米奇老鼠和潘多拉的联名。哇、哦，在这真的是眼睛都要看花，头都给我看得痛了。哦，钢铁侠手套，你看还可以动这个手指。好的，这里还有一个以迪士尼为主题的乐高商店，里面全都卖迪士尼的这些东西。来看看迪士尼里的优衣库是什么样子吧。这里不一样的是可以印迪士尼各种各样的这种图案，这个优衣库是帮你印一下，这个价格还不贵，就是$25一件，这种帮你印好的。然后这个正中间有颗超大的圣诞树，好多人在这里拍照啊。这里有个3层楼的卖可口可乐周边的一个商店，这里面还可以给熊照相。又一个表演，不玩乐队。这样一个热气球，听说是$25坐一次。然后旁边还有一家很小的迪士尼的商店，我们去逛一逛吧。这是中国大火的草莓熊吗？这个，你看，这是米奇老鼠甜甜圈耳朵。我的天哪，甜甜圈当耳朵。这里专门是星球大战主题的售卖商场。这里是漫威的，是卖漫威的周边。哇，这里有个恐龙餐厅，我们去参观一下吧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餐厅人也多，装饰的也很壮观，全是恐龙的主题。好了，我们今天逛差不多，人太多了，我们准备离开了。这个迪士尼全购物中心，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还行，就人多，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